在看完了生词短语之后，咱们来看看23课的课文部分。这是一篇说明文，它说明两类鸟的飞行方式还有它们的特征。文章呢只有一段，但大致可以分成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呢，就是第一行到第二行开头的 roughly seen， 这是文章的导言部分。那么讲鸟的飞行方式千差万别，但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咱们先把这个句子看一看，看屏幕。No two sorts of birds practice quite the same sort of flight. 没有任何两种鸟的飞行方式是完全相同的。分号表示并列关系。这出现另外一个并列句。The varieties are infinite. 这个飞行的种类啊，可以说是没有穷尽的，无穷尽的变化。分号依然表示并列。后面 but 表示转折关系的并列连词。但是大体上呢，两个类别能够被粗略的看到。我们中文用主动翻译就大体上可以分成两大类。咱们先看第一个小分句，叫做 No two sorts of birds practice quite the same sort of flight。 没有任何两种鸟的飞行方式是完全相同的。这个首先看看前面这个 no， 这个 no 这个词放在句首得注意它否定的是什么。它否定的不是后面这个短语，不是没有这么两种鸟，而是否定整个句子。你不信把这个 no 摁住，你读后面的整个句子。那么 two sorts of birds practice quite the same sort of flight， 两种鸟飞行方式完全相同，这个事有吗？ No， 没有。它否定的是整个句子，这个注意否定的内容是什么。再看一个例子， No money buys health。 No 放在句首，否定的是整个句子，它否定的不是 money。 如果反正没钱就买到了健康，那不通顺吗？有钱都买不到吗？没钱更没戏了。怎么 no 摁住，钱买到健康这事有吗？ No， 没有，钱是买不到健康的。对，是这么一个含义。我们再看看33课里边有类似的一个情况，195页的最后两行，195页33个 education 最后两行，他说 No necessity of making a living away from home results in neglect of children and no father is confronted with his inability to buy an educationfor his child。 他说呢，这个 no 还是否定整个句子，你把这 no 摁住，你看必须离家谋生导致对孩子的忽略，这个情况有吗？没有，根本就不会出现必须离家谋生而导致对孩子忽略的情况。这是原始社会，爸爸妈妈总是跟孩子在一块儿。而你要把它看作修饰 no necessity， 这句子错了，对吧？你看不必离家谋生导致了对孩子的忽略，这从逻辑乱套了，不必离家谋生，天天跟孩子在一块儿，怎么会忽略呢？所以 no 依然否定整个句子。后面句也一样， and no father is confronted with his inability to buy an education for his child。 no 还是否定整个句子，父亲无力，父亲面对着无力为孩子购买教育这个情况，在原始时候有吗？没有，也不存在父亲无力为孩子购买教育这个情况，所以否定的是整个句子，这个得注意。这个 no 否定的是什么。好，再看句中，No two sorts of birds practice quite the same sort of flight。 这个 practice 在这儿不光指练习，还可以表示经常做，经常从事某事。鸟儿天天在飞，这个用 practice 是对的，当然这是两个拼写方式。在英联盟国家里面，动词是 se 结尾，在美国呢，动词名词都是 ce 结尾，那么意思一样，既可以表示练习，也可以表示经常做从事。那这个在这个我们看在这个第六课里面看到类似的这个意思了，在35页的第六行，就是第六课第二段第一句话，35页的第六行，你看也出现了 practice 这个意思。 Nearly all sports practice nowadays are competitive。 几乎所有的我们现在日常所从事的体育运动都是竞争性的。这个 practice 也不是练习，而是经常做，我们每天打球啊，什么踢足球啊，经常做，表示这个意思。这个同样它的 practice 我们在当时第六课讲过，做名词有什么意思呢？不但可以表示练习，也可以表示习惯性的做法，惯例，经常这么做的事儿呢，就习惯的做法或惯例。我们在复习新概念英语第三册的第23课，三册23课叫做各有所爱这棵树。On the other hand, your stomach would turn at the idea of frying potatoes and animal fatThe normally accepted practice in many northern countries. 另一方面呢，你一想到有动油炸的腿这个念头，马上胃口就很恶心，
而冬油炸土豆呢，在很多北方国家是个普遍被接受的一个惯例、一个习俗、经常做的事儿。名词 practice 也有这个含义，这样的一个含义。好，再回到句中 ，practice quite the same sort of like 这个 quite 是多义词，既可以表示相当的、颇为，也可以表示完全。如果它跟 quite the same 搭配，那一定是完全相同。但 quite the opposite 就是完全相反。注意，这是完全的意思啊，就是没有两种鸟飞行方式是完全相同的，这个情况不存在。然后看第二个小这个小分句 ，the varieties are infinite。这个 variety 可以表示各种各样的不同的种类啊 ，infinite 就无限的。这个种类啊是无限的，就是这个鸟的飞行方式是千差万别的。但是怎么样 ？But two classes may be roughly seen。但大体上呢，两个类别能够被看到，能够被大那 roughly 粗略的大概的。那么我们中文用主动翻译就大致可以分成两类 ，class 在这不是班级，也不是阶级，而是种类类别的意思。好，我们看这个三句话非常重要，咱看能不能把这三句话复述一遍。那没有任何两种鸟飞行方式是完全相同的，那么飞行的方式这个类别是无穷尽的、千变万化的，但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咱们看能不能复述一遍啊 ？No, two sorts of birds practice quite the same sort of flight. The varieties are infinite, but two classes may be roughly seen. 再来一遍。No, two sorts of birds practice quite the same sort of flight. The varieties are infinite, but two classes may be roughly seen. 造句吧，不能白复述啊。我们看这句子，没有任何两个人的指纹是一模一样的，指纹的种类是千差万别的，但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斗和簸箕，就是咱们看手相嘛的同心圆，斗如果散了就簸箕，斗就 whirl， 簸箕可就 loop， 哎，这可能知道就行了啊。咱们看看大体怎么，指纹可以是指纹的花样模式，咱们用 pattern of fingerprints， 指纹的花样模式嘛，对。好，咱们看怎么说，先 no 开头 ，no two individuals 两个个体怎么样 ？share 有共同的 share 吗？Quite the same pattern of fingerprints. 我们说 ,the varieties are infinite, 这照着背一遍了。但是怎么样 ?but two classes may be roughly seen, 大致能看到两类。哪个呢 ?whirl and loop. 哎，我们看到这个非常管用，非常实用的句型。这涉及到了分类，大致能分为两类。这个我们看这个 classification 分类也是在写作中经常会用到，尤其是分析性写作要分情况讨论。那我们总结一下在作文中经常会用到的分类的几个常见的句型，我们不妨做一个总结。那比如说咱们先看最简单的 there be 句型， there are 什么什么 ways kinds sorts types categories classes 等等等等，后面再罗列究竟是哪几种，有这么几个方法或者类别等等等等，后面再罗列就好了。这个最简单啊，我们看简单例子。There are three categories of accommodation, economical, standard, and deluxe. 我们住宿有三个类别 ,category 还是类型的意思，对吧？经济型的、标准型的和豪华型 ,deluxe 是豪华的就好了。这是用 there be 句型，但是可以这个句型可以变化。我们可以用 fall into 什么什么 categories， 可以分成多少类，我们用 fall into 跟 category 搭配也不错。那你比如说我们看一个例子，好像掉到不同的类别里面去，这个别瞎编啊。category 跟 fall to 搭配，比如说 Shakespeare's plays fall into three categories， tragedies such as Hamlet， comedies such as The Merchant of Venice， and histories such as Henry IV。 他说莎士比亚的戏剧可以分成三类 ，fall into three categories。注意 ，category 跟 fall into 搭配，别搭配，别自己乱编啊。那么悲剧，诸如像《哈姆雷特》这样的悲剧，还有像《威尼斯商人》这样的喜剧，以及像《亨利四世》这样的历史剧。这个 history 不是历史了，是历史剧的意思。这是第二种表达这个类别的方法，就是大概能分成多少类。咱们再来一个，在未来46课会碰到这个句型，叫做 be divided into 什么什么 classes。能够被划分为多少类，这 class 刚才见了可以表示类别。
咱们看一看46课的句型，268页的第16到第17行。你看他怎么说 ？Broadly speaking, human beings may be divided into three classes: those who are toiled to death, those who are worked to death, and those who are bored to death. Broadly speaking， 未来会讲，就是一般来说，一般来说，人可能分成三类，哪三类呢？第一种人是累死的，第二种人是愁死的，第三种人是烦死的。人分三类，就 be divided into 什么什么 classes。哎，这个分类的句型我们也可以参考。至此，文章的第一部分导言部分就结束了。